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Meta 在收购 Oculus 之前是一个没有做过硬件的公司，更别说要在这个硬件上面做出优秀的系统 OS 的交互。快者出到现在，他们的员工似乎只满足做一个 VR 游戏启动器，也就是让用户打开菜单点开游戏就完成任务了。这一点的落后在 Vision Pro 推出之后就显得更为突出。当微软早早的准备好自家的全家桶给到 Vision Pro， 对比之下，在快者上架的只是网页快捷方式限制的 PWA 应用，因为快者在此前从未真正的重视过 2D 应用的存在，所以当他们后知后觉的想找上谷歌上架 Play 商店的时候，得到的是清脆的拒绝。我们经常说 Meta 效率低下，更准确的说是他们没有开拓的动能，因为之前在头衔领域原则上只有他们一个大玩家，各产品经理和员工尸位数仓并没有什么危机感，但现在苹果出来了就不一样了。因此这两天你就看到了 Meta 放话说正在对系统 UI 和多任务处理做改进，几年内推出第一代辅助操控交互的 EM 级神经腕带，眼动最终会重新出现在未来的快车头显等等。实际上 Meta 还是有一个优点的，就他们的厚脸皮除了放在嘴硬不服输以外，更表现在就学别人脚步的时候一点都不担心看客们的嘲讽。无论是 Instagram 的短视频，还是在去年跟上 AI 大潮但业绩和股价 V 字反弹，这成绩还是建立他们在一开始是用 CPU 跑 AI 的前提下产出的。别看前两天扎克伯格亲自出来嘴 Vision Pro 啊，被人说作为大公司 CEO 这样的姿态太不入流了，但你想想另一边快车系统更新分分钟就给你上线了空间视频的功能就知道了。对外宣传嘛，首先身子骨要硬，站直说话才是第一的，对内就是你们愣着干嘛，给我抄啊。毕竟 Meta 除了有钱，人才本身也是够的，前几年没少花成倍的工资挖别人的员工，跟着学当个老二还是有那么点实力打底的。尤其 VR 头显和 AI 眼镜是扎克伯格的亲儿子，别人某一个部门亏百亿美元起步，那是倒闭他妈给倒闭敲门，倒闭到家。对于扎克伯格来说，就是投入的还不够多，我亏损继续扩大，股东你最好再忍一下。但是钱再多，事办不办得成终究是事在人为。到底未来快车是守着游戏属性的一亩三分地，还是能够在综合体验上再上一层楼，咱们拭目以待。那接下来咱们就先就近的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两个月我觉得快车系统更新之后还算不错的一些改进。首先咱们来看快车系统的多模跟踪正式上线，就只同时跟踪手柄和手势。我现在是 V63 的测试系统，在主控室你就可以一只手拿着手柄，一只手是手势追踪。现在的好处就是手势跟手柄他们是不存在切换过程的，之前你必须两个手柄一起放下之后再需要等待系统响应切换成手势，有时候甚至会愣住时也切换不了。现在更新之后几乎是无缝的，你放下手柄就会立马改成手势，非常的便捷。但多模跟踪方案是需要开发者自己添加的，当你在主控室开启游戏之后就会失效，所以现在还没有游戏适配。不过我们可以下载 Meta 官方的 SDK 演示应用 Interaction SDK Samples 来感受一下。在这个演示应用里，我们就可以一只手用手柄拿起球拍或者弹弓，另一只手直接裸手拿起小球进行操作。根据 Meta 工程师在推特上的描述啊，实际上多模形态的跟踪是可以同时支持两只手和两只手柄一起输入的，只是目前没有使用场景来展现。也就是说未来你把手柄绑在腿上用来跟踪腿，手部直接裸手跟踪实现全身追踪也是可行的。你甚至可以开发一个游戏让没有带着快车的人在你对面使用手柄，但前提是你一定要在快车的摄像头范围之内。不知道 Meta 会在第几代的快车加上正对向下的摄像头，反正在这之前快车 Pro 的自追踪手柄的存在意义倒是能凸显出来了。 Interaction SDK Samples 同时还展示了一个快车系统菜单触控面板的新的交互方式，我们可以在进场的触控模式下自由缩放面板的大小，图标大小会随着拉伸的面积变化自动的适应，并且你还可以对面板进行角度的翻转。这个演示其实在去年 Connect 大会的视频片段里就出现过了，所以你说他们自己不知道触控模式下面板太小不好按吗？看上去他们也是知道的嘛，但他们改了吗？因此很多朋友觉得下次 V63-64 更新就会用上这个新的面板，我只能说未必啊。一来是 SDK 的展示内容是提供给第三方开发者用进游戏里面的，二来是官方自己还拖什么呢？为什么不直接更新了呢？我真的怀疑他们内部在系统层就是 bug 如云的死伤代码，想改点什么都寸步难行。不过这次 V60 在系统更新之后，远距模式下的视窗终于又可以通过拖住底部的横条向下缩小，这个功能之前其实是一直都有的，但是后来非常傻逼的取消了。你可以在中间范围内停住，保持你想要的视窗大小，最小的情况是会比触控模式的面板稍大一点，刚好也够你用手直接进行触控交互。但是比较脑残的是，你头显明明离着有一手臂的距离，它就给你判定了太近，直接半透明掉。而且还有一个非常脑残的 bug， 当你拖住底部快捷菜单栏挪动菜单视窗的空间位置时，
后面的拖曳横条会被前面的拖曳横条给挡住路线，你就不得不站起来去操作，真的是永远都是槽点满满啊！不知道 Meta 在 UI US 岗位上从哪招的阿猫阿狗做出来的鬼东西。另外，这是 V62 更新，终于是难得的见到了 Quest 官方串流的变动。现在串流功能和 Meta 的 PC VR 客户端正式更名叫 Meta Quest Link， 可以说用户这边能够看到跟 Oculus 有关的，应该只有手机 App 的图标和 Quest 3的充电口了。改名后的串流也是正式支持120Hz刷新率，并且可以通过串流引入空间数据权限，同时提升了 Link 稳定性、可靠性和电池效率。平时玩串流 PC VR 比较多的朋友可以测一测是不是比之前的体验有提高。接着有一个更新是在 V60 加进来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针对 MR 游戏的无缝启动和退出。就很多 MR 游戏在启动之后依然像 VR 游戏那样是跳黑屏加载，进入沉浸模式的黑盒子环境展示各种 logo。 现在 Meta 已经更新了 SDK， 开发者可以直接在启动时以 AR 方式呈现 logo， 但这个黑屏加载对于部分 Unity 开发的游戏它是会黑两次的，其中一次黑屏是需要 Unity 这边去关掉的，所以很多 MR 游戏开发者都没有注意到跟进这一点，只有少数几款比如 Meta 自己推出的初次相遇游戏是更新了无缝加载和退出的，大家可以重新打开游戏来感受一下。然后是我感觉现在这个 V63 系统测试版本的透视画面有所提升啊，不能说是清晰度的提升，就是整体画面你是觉得比之前好了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我感觉晚上开灯的透视画面更亮了，但是噪点没有明显的增加，手上拿着的东西的时候扭曲稍微有些减轻，曝光控制也比之前更精准，反正就是你要说具体哪里好了，但是又没有很明显，说不明显吗？但是观感上确实又比之前舒服了，不知道大家更新之后有没有这种感觉。最后就是麦克风音频质量修复，以及可以用深度传感器扫描设置多个空间，之前只能记住一个房间，就是你准备玩 MR 游戏嘛，一开始在客厅扫描完了进到房间打开另外一个 MR 游戏，你又要重新扫描，而且会覆盖之前的客厅空间，现在你可以保存最多15个扫描好的空间，并且能对他们设定不同的房间命名来做辨识，这一点还是相当有用的。 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回着 VR 成熟的 VR 条圈，如果你是对 VR 成熟感兴趣，欢迎加入我玩家交流社群和频道，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三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